亚太环保科技铝塑分离机采用物理破碎方法对锂电池包装膜进行分离，先经过刀式破碎机粗碎成10毫米以下的片料，然后进入磨粉机将片料细碎成铝和塑料混合物，经旋振筛筛选符合要求的物料，再利用静电分选机把铝和塑料分离开，不合格的物料返回磨粉机继续粉碎，铝的再利用率接近 99%。